我认为是别人有毋导才害伊，只是表面上出来讲忏悔，也口气太多，嘛，无心意，无恭敬。像即种一忏悔，只是外表形式，并无实在忏悔，所以无接受是无罪过。咱讲去向人忏悔。 毛贵也将无讲诶心理，话人伊并毋是真心要去忏悔，想要彻底来改变家己。伊去向人忏悔是因为真烦，无爱过听人讲伊毋对，想要赶紧相骗，赶紧甲代志结束，所以不得已得讲好啦好啦，拢算我毋对啦，也是讲。 好啦，好啦，你讲安尼，俺毋得拢算。我，毋对，安尼，我甲你回息咧啦。即种件事，表面上是亲像你回息咧忏悔，但是口气甲内心实在拢无平静，真不平。有人甚至是敢仔的哄起人讲：“呵呵侬的对，你拢真好啊，侬我唔对，我真歹。” 哦，是咧，是咧，参会参会。即种口气其实是心真不平诶口气。故意讲失的诶话，严格讲起来，像安尼内心含醋，若是无相应，嘛是打诳语诶一种。种即种诶诳语其实是骗家己而已。像即种无诚意。 心口无相应，会表面忏悔，无接受是开言，无算是缓解。再也就是等于教人讲，向人忏悔必须爱真心诚意，内心含脆要完全相应一致，态度嘛必须爱恭敬。真正有内心信任，家的毋对。 安尼一忏悔则有效，才会当消除罪业，增加福慧。对方嘛则有必要接受咱，伊嘛则会欢喜接受。一条开言下界文讲：，六比不如发慧，其心不平，不修其惨，无罪。 盖文公：六弊不如花会六弊就是留个对方；不如还，就是不按照佛法；会就是灰过忏悔。如果对方并不按照佛法来真正忏悔，其心不平，业力心要个真不平。 不修积忏无罪，像这种情形，无接受伊忏悔是无罪过。以前有人去请教上供下谦老和尚，讲：“我去拜什么忏？一讲念偌这句忏悔业障，安尼会当消除坏业障无？老和尚就回答伊讲。 必须要有新口意，消除根本业障。老和尚即句话，都是教人讲：咱若是想要消除业障，必须爱彻底真正改变家己的新口意，并不是形式上去忏悔一个，拜一个忏，念一个佛。 也就是讲，家己一念头、想法，爱真正解决、真正清净，所起的心念，必须含糊有相应。花，总是爱将心好，咱的心嘛必须爱真正爱将心好。若是看人好，家己无欢喜，安尼就是含糊无相应。 而且，家己讲话的内容、口气、言语，拢爱真正改变，讲对人有利益、使人欢喜的好话。讲话口气歹，嘛是得制造极重。咱的行为态度，甚至表情，拢爱注意调整，袂使用无好的面腔。 无礼貌的态度对待人，但心靠意，这三方面若是无修改的话，不管安怎去向人忏悔，安怎拜忏念佛，结果人也是同款无改变。内心照常去贪嗔痴的烦恼，照常是嫉妒、狡辩，还照常。 恭维潘庆庆也是开口讲一句无理由甚至伤人的话，有只态度照常无礼貌、真叫板。安尼就是无功效，甘那亲像有食药啊，但是病拢无好，同款。所以老和尚甲人讲，必须要有心。 靠意来消毒，根本的夹种。因为咱一切夹种，都、就是由咱过去所有的新口意去做成的，所以嘛，必须由新口意来转变。这并不是过，三不五时去拜一个禅，念一个佛，参加一个讲修，都会当转变的。 这是爱时时刻刻由咱的心靠意去注意去转变的。以上是讲到用人忏悔，顺便补充：下边咱家在第十六条境界，不修忏下界，界文对头交尾念一遍。了菩萨，他日因来还，如还。 毁邪，一险信心，欲恼必果，不受其残。是名为患将得患是欢点物器。若不险信，行不修残，是欢非点物器。不幻者，着以方便令彼调伏。 如整说，六必不如发挥，其心不平，不修其残无罪。下 <noise> 边咱继续讲第十七条清戒，嫌心他戒。这条戒是教菩萨未使嫌心人。 咱先用简单的白话，把解文前半段讲出来。如果菩萨对众生生起了嫌人毋好、恨人的心，而且一条条一直继续嫌恨，拢毋肯放下，安尼就是犯菩萨戒，就叫做还种，的还。 而且即种的心是污染的，所以喜欢染污气。下边咱把这段解文念一遍，再个一句一句来解释。六菩萨以他起向信心，执持不舍，是名为缓净得缓，喜欢染污气。 下边，咱一句一句来解释。第一句六菩萨，这是包含在基础的所有的菩萨。第二句根文功，以他去向信心，以他就是对他人，起向信心，就是生起了向信的心。 咱爱知影，嫌甲恨即两字意义是无共款。嫌著是感觉别人有缺点，著嫌伊无好；或者人曾经亏待咱、得罪咱，咱著感觉伊歹，嫌伊歹，这著是嫌人的心。恨的情形著是可能以前有过冲突。 有受到对方的伤害，起了真大嘅兴奋心。事情过去以后，内心过一直记着嘞。一想到迄件代志，迄、那个人心内都一悲火，己个出起，甚至想要报复。即种对心一直气人，一烦恼都是恨。下一句解文讲。 执其不下执其就是真固执，坚持该某条条、提条条。不下就是唔肯放下。这执其不下是讲对这现行执其不下那是讲念佛、念甲执其不下安尼唔得真好，真紧的进念佛三昧。 可惜是对于信心极其不下，这都是错用心。但那是被极其不下，嘛是爱看好对象，一心念佛极其不下，嘛靠成就。支持了嗯着头去支持着信心，不但无功效，够罪过。阿弥陀是还菩萨界。 就叫做缓众得还，而且现行的心是污染的，所以缓得烟污气。该文公是名为缓众得还，是欢烟污气。菩萨对众生，只会当用慈悲心，未使有亲恨、起嫌的心。该都是白白解脱的意思。 该是要互咱解脱自在诶。咱对人若是有嫌心，心都未快活，未快乐，着去互嫌心受不了咧，未自在。一想着伊着生气，再着等于一直予伊拖去痛苦。安尼，伊着变成咱诶主人，咱着变成伊诶奴隶。 可以拔去受苦。菩萨界就是欲予咱解脱自在、快乐主悲，做一个主人，卖去予人把去受苦。咱凡夫主悲心拢无够，有着境界考验，思想拢无法度坚持咱原来的主悲，主悲。 若是袂当继续落去，著反过来变成受气、嫌弃，这是时常会发生诶。咱生生世世一直著是拢安尼，自悲无够，信心较强，所以才会一直拢袂幸福，一直轮回落去。咱现在既然要学习菩萨道， 特别在继续放下的安乐里，要加强慈悲心，来消除家己诶嗔恨心，消除相信的心。如果一直继续悭吝，不肯舍得放下这种恶心，这都是违反菩萨慈悲的精神。家己不肯解脱，嘛是。 无智慧，咱若是相信众生，嘛对不起咱家己个菩提观。咱向佛发愿讲，众生无边，世愿道。现在对众生这人相信，哪有想要多疑个慈悲呢？安尼，更是真对不起家己个佛性。再讲。 佛想要度伊，为什么我要恨伊呢？假使讲对方确实是真恶真歹，对咱真过分，这嘛是因为咱家己无够好，才袂当去感化伊。咱家己若真正有够好，一定会当感化伊，嘛一定会感应到西方诸上圣人。 机会一处，人讲，共你才会到顶。依照因果感应，咱就是家己无好，物以类聚才会感应到和咱共款无好诶，人做伙。咱的嫌人歹，别人看咱安尼嘛是嫌咱歹。实在大家拢知影。 会去嫌嫌人的人，本身哪有偌好呢？半斤八两而已。所以，好人嫌的和嫌人诶，即两个人一定程度拢差不多，并毋是讲会嫌人诶都较好。以前有人著去向相公下亲道和尚道，道公某人是偌歹拄偌歹。 老和尚就解讲：真正好的人，拢去伫西方啊。老伫遮的，拢半好半歹啦。伊阿不挂歹啊，咱阿不挂好啦。过着格难讲，两个人那拢是君子，一定会相让，互相和谐，袂相罪，袂怨恨。 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是君子，君子一定会让小人，嘛一定被斗争来起嫌恨。所以，来起嫌恨一定是小人。那互相起斗争、小万幸，必定两个人都是小人。所以，咱来起嫌恨人的定义，向人宣布家己是小人。 而且各还菩萨界，其实相信人是非常痛苦，家己心内一杯血，定于过地狱的生活。不如宽容人，对人慈悲，较快活，较快乐。诸佛功德会，上敬下严，法施时常甲咱讲：，我的人爱宽容，唔，我的人。 咱若是了解菩萨的会宽容，毋捌的人毋免去相信伊。实在讲，咱家己嘛是有真侪患人险，过两难受气的缺点。为什么别人不相信咱呢？就是因为人度量大，包容咱，宽容咱。 敢讲别人可以原谅包容咱，咱颠倒真小气，爱多等，一直嫌人恨人来还菩萨债嘛？咱学习菩萨的，必须爱断认出无恨的慈悲，用慈悲来转变家己的清魂心，一世人才未够白来一抓。 佛经顶边甲咱讲真侪，因为千分心重，死了后对汝变成毒蛇一属性。譬如讲真有名诶，梁鸿宝禅，梁武帝诶夫人，伊个性真爱生气，极到心骨痛死了后变成了一只大笨蛇，非常诶痛苦。 后来，伊就进入后宫，托邦和梁武帝，讲伊嘅痛苦。梁武帝见一着，就召请当时一个正大着，为伊设道场忏悔桥洞。当时因所用嘅忏悔礼拜嘅方法，记录起来都是两行波参。其实， 现在医学嘛证实，人受气时体内马上就制造出一种物件，伊个成分含毒蛇的毒液，可以讲是完全共款。所以受气就真正是个家己变成毒蛇。如果人若毋是有肝脏解毒的功能，受气真正是可以个家己毒死。 所以佛祖讲贪嗔痴，都是三种的毒。咱知影肝不好的人，思想若就受气，对死去。这是因为受气再日出毒素，肝脏解毒解未掉，对中毒。若是高血压，也是心脏较无好的人，一受气起来。 血压低、器官甚至中风、心脏麻痹，特别是囡仔、子女、诶妈妈，那是受气，也你里面都有毒。囡仔那受迄种诶呢，卖破病甚至卖死去，所以饲菩萨家真好，教咱放下咱乡亲人诶，清分心。 就是教咱解毒，世界念佛自然就解毒。大家思想浓重、注重，爱食什物特别的饮食、甲药物来解毒。但是，如果内心的险心，若是无化解，脾气若是无改变，身体嘛是搁会制造出毒素来。 卡只解脱个因事嘛解袂赴，卡解嘛解袂了。我识晒一位八十几岁一道菩萨，做少人的时，伊个先生都去外面穿一个西姨，甚至搁生一个囡仔，定来等回穿。伊一点啊都拢无嫌嫌心，无亲像别人若讲到即种代志，都真伤心。 大家擦起,起，伊讲到这件代志，赶快笑鼻鼻。伊个照顾彼，照顾迄个囡仔，甚至爱迄个囡仔去做餐。迄、那个囡仔一直到大汉，拢以为伊著是伊个亲生妈妈。即位老婆萨伊食物件，真简单，脑内个无喙齿，思想是正门配一个。 菜粿依旧较软，一青菜而已。结果伊气色非常的好，水唇红珠珠，八十几岁也会当做环保、困抓皮，老身体老养。伊去到倒位，大家拢真欢迎。逐工伊都念火笑甲足自相的。伊讲伊想叫世界开下。 含生气、烦恼，拢无相应。本来伫伊六十几岁时，阁有犯着高血压，血压有当时爱管到八百甚至嘛把管到变两百。医生讲，伊规世人拢爱食药啊来控制。有一段时间，伊一骹一手无啥灵活，后来伊拢无食药啊，嘛做人好了了。 因为伊有内心、连火清净，含烦恼拢无相应，心内无烦恼，体内无毒素，啥物病拢家己好了了。教咱来，菩萨界心怀实在是真实的，一治病方法甲健康法。咱那是仔细研究对照，在佛界咱有真侪想法。 甲做法含糊，家人个根本都无共款，迄就是咱个病因。如果可以修改咱个想法、甲做法、甲病因，去除掉，自然会健康。肉体健康，犹阁是暂时个，会变化坏。最重要个是，咱个发心回变，恢复本来个健康。 幸福，也就是恢复本来的健康。这条街无患的开演，只有一种的情形，也就是凡夫的菩萨，侬也阁有轻分的心，会嫌人会嫌人。如果已经知影嫌嫌心不好，知影讲我嫌人，就是表示我的心连摆。 挫败，都真用心想要解读家己相信人诶心理，但是有诶人以即种诶烦恼特别强，虽然想尽办法想要对治，但是有时佫会发作，买生气、嫌恨心，像安尼一时搁再烦着家己知影马上就是用心来对治，这都算是开恩。 姆正面有几条界所讲的是共款的情形。这界文公不还价，为断必告，契约红本如真实。界文公不还价，就是不还一开言，为断必告。这一笔是指向信人的心里。 为断彼过，就是为了要断除悭吝心理的因果，起欲方便，起欲就是生起不改的心，方便就是用种种方便的办法，如真说，就是如同前面几条界所讲的正行，不还者为断弊过，起欲方便。 如前述，下面咱将第十七条现行他界界文全部念一遍。若菩萨以他起现行心，识体不邪，是名为幻中得幻，是幻将悟起，不幻者为断彼故，其欲方便。 录剪辑，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划拨账号：一九九六五二三二一九九六五二三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零零五，账号零一二零零一一九七三八八零一二。 零零一一九七三八八，1> 1 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兆倍。法华功德妙难思，十方诸佛所称赞。若读若诵若解说，能入涅盘解脱道。慈悲之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 恭诵《妙法莲华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十一月九日到十一月十一日，时间每日上午九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二十号，电话零三九八九九三一九零三九八九九三一九零三九八九八六八六零三九八九八六八六。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